Dihua Street is the economic hub of Dadaocheng, and at number 155, Section 1, Dihua Street, stands a shophouse near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shopping street. In the shop runs various businesses ranging from Nanbeihuo to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in modern days. This shophouse looks ordinary, but is, in fact, a historical building registered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which makes people wonder about the anecdotes of this establishment. 我自己本身对这种文化资产本来就比较关注，所以我知道台北市文化局它有这个老房子运动的计划，还蛮巧合的是，那时候就看到说155跟329那边在做招商，就决定试试看，然后还蛮幸运的有被选上。 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我们把文创的计划跟产品带到这个据点，不如说这个据点本身它就是一个承载这样历史记忆的空间。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大稻埕以前是一个很重要的茶叶出口的重镇，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跟当年并没有不同。那只是我们出口的文化的资产的内容改变了，但其实延续同样的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The shophouse building at number 155, Section 1, Dihua Stree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850s. In 1922, there were already relevant records on the hinterland of the building, which indicates the plans for building extensions. Subsequently, there were changes in property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the shophouse was registered under the Xie Hui Chun business firm from 1924 to 1936, who mainly engaged in retail sales of petroleum, fertilizer, sugar, mushrooms, lard, and miscellaneous merchandises, allowing us to identify the business background of Dadaocheng at the time. After the shophouse was acquired by Li Qingfa in 1951, he established Xintiancheng business firm for retail sales of Nanbeihuo. 这边以前卖南北货，在战后做一个南北货的进出口。那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曾经做过像是石油啊，然后甚至它的一些记录上还有进口过香菇啊，还有肉干、猪油也有。在更早期就作为茶商的囤货销售地。 所以它其实在日本时代，在清代的时候，在战后，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生活使用。全省各地的人都来这边批东西，到他们那边去卖嘛。这边是批花的集散地，那我祖父就觉得说，哎，刚好这个房子好像有人要卖，他就把它买下来。我祖父他们那时候在这个迪化街有成立一个。 福寿同业商业工会这一带，中南街跟中北街的这些商行、贸易行，他们都从事南北货的，比较大批发商的、进口商，哦，这个是代表性的。At number 155, Section 1, Dihua Street, in the location of the former Zhongbei Street stands a red brick Minnan style building. Along the street, a shophouse was constructed with a narrow layout and deep interior, which is a testament to the past prosperity of commercial trades in Dadaocheng and serves as evidence of its rich history. 所以这一栋房它其实是有一间店面，两栋主结构两进，然后中间就有过水，那后面也有一个过水，所以就是一坎，然后一间店面，二落两栋建筑物，好，两过水有两个开放式的天井。 其实丁香咖是一个台湾人从以前200年到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私有的公共空间，就是我既是我自己的空间，可是我又拿来跟大家，不管是聊天啊、聊八卦啦、做商业啦、贩卖啦，那像这种雨天行走，其实它都有一种公共性的存在。譬如说国小一回来，好，那要帮忙妈妈，因为爸爸常常就出去花天酒地。 所以我都会坐在前面那个门口的地方，我会摆一个凳子。从小我就想赚钱，所以我就会坐在那边，哦，帮忙照顾。哦，譬如说有客人来就招呼他，你要买什么南北货啊？所以这些我都很熟。<笑>
那个时候感触最深就是说，其实在同学之间他们都说，哎，你是迪化街出生的，哇，感觉好像是很有钱人啊。但是在我家这几个小孩子里面，我们感受不到很有钱。那时候我们这边租给人家，靠租给租 apartment 啊，赚取收入。这边是礼佛的厅堂，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餐桌 apartment 的，他们来租房子供他们吃饭。这个柱子以后有隔了三个房间，这边门就是那个租房子的他们进出的通道。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开始营运之后，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大哥，他就跑来我们这边逛，他就说啊，他以前就是住在这边。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哎，曾经在这边生活过的人又回来，他以前小时候就是住在上面。还有他有说，我们二进的楼梯都没有变，跟他记忆中一样，那个扶手啊，那个雕花啊，然后他说他以前就在那个楼梯上面跑来跑去。我曾经从这边那时候就是搬货摔下来，差点没命，到十二三格的位置，嘣嘣嘣嘣摔下来，应该是1985年到1986年那个时候卖的，但是卖的那个时候我本人不在，所以呢，我二哥跟我讲，你的东西都被搬到龙安街的一个住所。那时候我莫名其妙，哎，迪化街怎么没有了？回来才知道说，哦，爸爸妈妈已经卖掉了。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30 years, Lee's Groceries was forced to close due 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 of the Lee family, and they ended up with the sale of the shop house. Number 155 Section 1 Dihua Street.was also passed among several different owners at the time. The endless transfers of property rights embraced a different change in 2005. 这栋当初在2005年的时候被指定为历史建筑，算是迪化街这边目前已经很少见的闽南式的建筑。它还维持着闽南的这种山墙的斜屋顶，它有一些角落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在不同时期增建的一些痕迹，所以在这个建筑里面一些角落可以看到这样子历史变迁的一个痕迹。这样清代开港之后，这个洋人的建筑技术慢慢的进来，那日本时代又更是吸收了西洋跟日本这个工法进来之后，那开始有这样子的砖造木结构，甚至洋楼这种拱窗的形式，其实它有一个很棒的演变史。那这也都是我们在迪化街15号里面可以看到的，所以它并不只是说所谓的闽南式建筑这样的一个形式，它是有融合台湾的这个历史发展各个阶段。这栋建筑物的一些建筑特色，所谓在砖墙的部分其实都有发现不同的当年的这个 TR 砖跟 S 砖。 TR 砖就是台湾炼瓦，台湾炼港，就是 TR 砖。 S 砖就是所谓的萨摩尔砖，对，当时候的台湾人跟英国人合资起来的这个的砖瓦公司，当时候都是一等一的这个砖瓦公司，所以它这边用到的这个料，我们可以判断其实是非常好的。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瓷砖的部分，它的用法上其实会运用瓷砖的这个排列方式来去刻画出不同区域上的不同。比如说在天井的部分，它就会用这样子比较排列式的排队的方式，然后还有这个交拼的方式出来。那在阳台的部分，它就会有这个比较是菱形砖的铺法的方式，好。然后走道它又特别出来一个走道的区域，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瓷砖的铺设知道它空间上运用的不同，这当时候的一些巧思。从1850年可能到2000年中间这样子的150年的使用上，大家可能就会是比如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这边需要电线，所以我就在窗户开一个窗，我这边需要有一个排水孔，我在这边洗一个洞，天井可能有漏水，我就怎么去补，所以这种比较增补式的修法。This Minnan style building,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is built on traditional Zhongchun style shop houses. Throug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it has traces of additions and repairs of different ages. The owner then donated the shop house to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mechanism.
In 2010, under the URS plan, the building became the base for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hua Street, stimulating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and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ld space transformation, the positioning of the old building has been reoriented. Number 155, Section 1, Dihua Street, said farewells to its former identity as a century-old retail store of grains and Chinese medicine, and received a group of like-minded youngsters. 那我自己进来迪化街八年的时间，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用 Cooking Together 这个名，就是我们做了好味食堂，里面是一个五感体验。它就是先来迪化街，来到我们的空间，认识我们的老房子，然后呢，再到街区上面去认识迪化街的老板，然后再把食材带回我们的空间，然后再经过教他们怎么烹调这些食材，然后我们自己真的吃下去之后，他们就会感受到把这些所谓的体验转成自己的经验，然后让他从这里带走属于大稻埕的味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 URS 它之前它是前手的计划，对，那它其实也是我们认识蛮久的朋友，所以他当时一开始跟我说，就是他们可能必须要迁出这个空间了。那刚好那时候也就开出了新的标案跟计划，可以去申请，所以我们就来了。整个一楼都是我们的营业空间，客人随时都可以进来参观。然后我们一进就是一进来的部分，先是有看到吧台嘛，然后还有旁边的一些座位区。至于我们选物的商品，在一进跟二进都有摆放。二进因为它空间的坪数比较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也透过比较弹性的配置方式，那它就可以变成大概二三十人的一个活动空间这样。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老房子的运用，其实不应该只有限缩它的想象，而是可以从它老房子所展现出来的这些艺术、文化、历史的这个故事，我们继续再去说它接下来可以再发生的故事。我觉得这对于老房子还有一个城市里面是最珍贵的东西。Seen as conservative people for keeping the traditional models of success, merchants of Dadaocheng are actually willing to flexibly adapt to contemporary consumption models, which led their business in Dadaocheng to century-long success.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Dadaocheng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Qing Dynasty. In 1851, Lin Lantian, a predecessor,relocated to Dadaocheng from Keelung to escape from robberies of pirates and established his first three stores here. 2 years later, Lin Youzao led the people in recession to Dihua Street, Dadaocheng to settle down and develop new markets. Dihua Street in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was referred to different sections, Irakucho, Taihaicho, and Minatocho.They are also the main north-south roads in Dadaocheng. Rice, sugar, and camphor from all over Taiwan were exported here. The Dadaocheng Wharf was also the most prosperous distribution center at the time. 农业时代的文化，那时候是人口的集散地，所以很有人情味。那现在哈，因为现代化了以后。人情味不见了，但是很多变成以创新跟艺术为主，最怀念最有意义的就是说，这边午夜十三是城隍庙热闹的日子，那时候这边的商家不是很多，但是呢那一天是开放日，家家户户在门口要拜拜，那要拜拜，他们会把家里面好吃的东西，每一家都会办桌，都办豆，然后把家里像我家会把那些水果罐头啊什么的，那买一些冰块，我这样大桶大桶的，免费的给路过的行人吃，认识不认识都欢迎欢迎的，是那种叫做人情味，啊现在看不到了。我觉得一个城镇有魅力的地方，除了看它的这个新兴的商业区很华丽的状况之下，应该也要看它这个城镇展现出多少它的本身的历史的故事。
你就会发现说，哇，迪化街虽然是一条做生意的街区，但是因为它有各式的融合在这个里面，不管文化、历史，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很精彩的这些生活的内容。基本上我们是生活在时间跟空间这两个维度之中嘛，对，那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被保存下来的老房子，它同时具备这两个要素，它在这个空间里面保存了时间，但时间不是一个静止的，时间是会流动的，所以当你进到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同时间去看它曾经的样貌，跟去运用它现在的样貌，并且去想象它未来的样子，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计划。到现在他们还会怀念，有时候我带他们过来，我们以前就在这边，感觉这边文创他做这样哈，是比较现代化，然后看起来是蛮舒服的。我们以前呢也没有空调，也没有什么，所以都靠电风扇。接着它变新了，但是呢，其实老味道还在，就是这样。Only by taking the preservation, revitalization, and reuse of cultural assets seriously,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e can convert the past into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This building looks ordinary, hides in Dihua Street, carries the memories and traces of time. It is worthwhile for passerby to halt and savor.The old house might be renovated with a new look, yet the tal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buildings shall continue.